们目前是日本最大的美甲制造商 Neonabo 在中国的代理。我们代理的品牌有日本一线的凝胶品牌 Crystal、桑山 Baby、Akeha、还有日本人气的美睫品牌 Lady Coco、手足护理品牌 Spa Luz、美甲工具品牌 Utsumi 内海，另外还有美甲饰品 Jewelry Nail 和美甲贴纸 Smekila。 很开心看到北京美甲展的规模每年都在壮大，观众越来越多，今年又新增了很多国际的买家。我们可以感受到主办方的用心，给了我们策展商很多很多贴心的支持。明年我们当然会继续参展，继续支持，继续大卖。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 Mirror Mirror 魔镜。我们这次出展的主要品牌有日本的 Perfect Lash 折喷，还有我们的国货之光 LZ 饰品。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来北京展会了。我们选择北京的这个博览会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展会比较专精，那么所有的参展品牌呢都大部分以进口的品牌为基准，所以呢我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平台，然后来出展我们的产品。最近这几年的展会的客人的流量和购买力都在逐年提高，素质也非常的高，我们对展会的规划非常的满意，希望展会明年呢可以引进一些国际的赛事。我们非常的满意大会的所有的布置和安排，我们明年肯定一样还是会来的。北京展会是我们的福地，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证我们魔镜的成长。谢谢。我是美甲帮的总裁王鹏，对，然后来这次这个北京国际博览会呢，是我们本身是这个像这个 CTMA 大赛的这个主办方，然后同时呢也会有我们这样的这边的一个 CTMA 的一个展位。其实我们从第一届的这个北京国际美甲博览会就开始是合作伙伴了，对，然后一直以来其实我们是很认可咱们这个会的这个整个的，其实无论从我们的观众还是这些参展商的水平的，因为其实这个是国内唯一的一个美甲专业的一个博览会，包括其实它的这些品牌都是非常高端的，像日系的品牌其实跟我们 CPMA 的这个调性是完全符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三年以来都在跟这个我们北京国际美甲博览会来合作，效果是挺好的。包括说其实我们主要的这个展会的这个比赛，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选手以及这个评委，其实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然后都会非常认可这个我们的这个展会以及我们这个大赛，对，所以也是互相我们的大赛和这个展会其实是一个相得益彰的一个状态。会啊，已经三年了，那第四年肯定也会继续来的。大家好，我们是北京中银日盛商贸有限公司。我们这次呢是第三次来参加北京的国际美甲展会了，也是非常荣幸，第三次连续参展。首先因为这个展会呢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做日式品牌的一个集合展会，展会的规模呀，还有这个品牌的一个纯净度来说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也是决定要参加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专业级的这种美甲展会。我们公司呢代理的是有四大日本的顶级品牌，日本的 Witcher、 日本的 Bella Forma、 山奈尔品牌以及 Nail Park 的品牌，这几个品牌就是在日本本土非常有名的，所以我们也选择这次的展会来参展。我们对展单来说的这个布置安排都是非常满意的，所以我们也会在明年继续参展。大家好，我叫 Cici， 然后我来自于日本，我是日本综合美甲学院美籍堂的负责人。那我们主要是代理的是一些日本的比较知名的一些日本品牌，Leaf Gel、Candy Gel， 还有我们的 INIT Gel 是这样的一些品牌。然后呢，我们也做一些专业的日式培训。北京是我一个非常向往的一个城市，因为它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首都。那所以呢，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在北京这样的一个首都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范儿的一个美甲展会。这边的展会的话，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我们来参展的所有的一些会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些会员。我能够看得到这边的话，会有很多非常好的专业的选手都会在我们的展会出现。当然了，我们明年的话也是希望说来北京的话参加。今日から来ました株式会社コーリの深井と申します。完全メイドインジャパンの私が、ネイリスト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ネイリストが考えたジェルの商品を持ってきました。こちらの展示会は初めてになります。こちらの展示会は、ネイルに特化した展示会ということを聞いてこちらを選ば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今回望んでた設定としましては、ネイルサロンのオーナーさん、特に多店舗展開されているオーナーさんたちに、完全メイドインジャパンの商品を置くことでお店の
イメージアップになるようなサロン、望んでいるサロンをターゲットとしてきました。もうなんか世界中からいろんな国から来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な展示会で、いろんな国のお客様と巡り合えたら嬉しいです。はい、もちろんぜひ出たいです。아저희회사이름브랜드이름은드싹이라고합니다아한국에서왔습니다아네저희그드싹제품은한국에서제조한손발관련된전문브랜드로서아저희한국제품의어떤퀄리티와그리고또좀특화된이내일시장안에서도좀특화된제품을아이템을들고이번대회에참가를했습니다참가는처음했는데뭐여러파트너들도미팅들도한두세건하면서다양한뭐정보들도많이듣고그리고또아주중국분들하고흐심탄회하게얘기를많이했습니다그리고저희들제품은지금이안에페어에들어와있는제품들중에서도조금특화되어있다고보시면되는데저희들은대표적인게저희향수오일이라는제품이있습니다이제품은한국에서도한20만개를판매한대표적인저희들더싸게대표적인브랜드라고보시면됩니다아저희들제품은그한국안에서도좀최초고그리고오일보습오일안에향수가들어있습니다이거는국내한국국내에도처음이지만중국시장안에서도아마이제품은없다고저는알고있습니다그래서이시장을중국시장안에서이제품을좀개척하기위해서팔로를찾기위해서파트너들을배로이번에참가하게됐습니다안녕하세요저는한국대구에위치한마이블링네일에서이곳북경까지찾아온이효정이라고합니다네저희마이블링네일은우선손톱에주로사용하고있는일렉트로닉네일파일머신이파일을전문적으로시급을하고있고요네일을그드릴에사용을하는비트를전문적으로제조를하고있는회사입니다또한제가직접살롱을운영을하면서네일리스트들이사용할수있는각종다양한아이디어제품을직접제조생산하고있습니다저는올해처음으로북경네일박람회를방문을했는데요북경에계시는많은네일리스트분들이저희한국제품에관심을많이가져주셔서정말감사하고요내년에도꼭다시한번방문하고싶습니다중국에는정말많은미용박람회가있는것으로알고있는데요사실그중국에서도네일박람회만으로주최하고있는것은이곳북경인터내셔널네일엑스포밖에없다고저는생각을합니다그래서저꼭여기참가를하고싶었고요와보니까역시나마찬가지로네저희마이블링네일은일렉트로닉네일파일머신을전문적으로취급을하고있고요네일전문비트를제조생산하고있습니다중국에계시는많은네일리스트분들에게일렉트로닉네일파일머신을잘사용하실수있도록교육을많이해드리고싶은게첫번째목표고요저희한국에서직접제조생산한좋은비트들과그리고여러분들이잊지않으셨으면하는네일을하면서정말필요한네일제품들네일리스트들이필요한여러가지아이디어상품들이많이있어요그래서이런제품들을알려드리고싶어서방문하게됐습니다네우리차이나인터내셔널네일엑스포베이징같은경우에3회로알고있는데요사실3회차라고하기에는아직까지많이홍보가많이부족한것같아요그래서아마내년에는저희한국의더많은브랜드들과함께이중국의네일리스트분들께찾아뵐것같고요내년에저희가왔을때는좀더큰규모의많은분들에게홍보가돼서우리한국의좋은제품들을함께나눌수있는시간이됐으면좋겠다는작은바람이있습니다はい日本から来ました믹스야株式会社の青島と申します今まつげエクステを中心に作っているメーカーで、まあ、高品質で低価格の商品を提供しております、はい中国自体初めてです、主にネイルとまつげクに特化した展示会で、ぜひ一度参加してみたかったです、そうですねまずは海外商品に、興味のある中国のサロンのお客様っていうのを探しておりますもうとてもすごくいい取引先が見つかってとても良かった展示会ですねはいぜひ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做那个美甲磨头的，大概也做了有的十几年了。那么基本上呢，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国外的订单也比较多，所以呢在一个月的产能呢，我们销量大概在20万只磨头左右，那么大部分都是出口到那个美国啊、欧洲啊、德国啊、日本啊，所以基本上世界上面的有80%左右的磨头都是来自于我们公司的。那么这次我们选择的北京的美甲展，我们感到这个美甲展特别好，它比那个什么美博会啊都好，因为都是专业的人士来参加的，所以呢我们客户基本上都是有来的人，大概有80%到90%的人都会关乎我们的展台，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专业的展馆，特别好。那么我希望呢，就是为什么选择北京呢？因为在国内的专业的美甲展只有我们这里有，所以我们希望最好是你们这个展馆在那个北京，除了北京以外，广州啊、上海啊，因为现在国内的那个美甲的市场现在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大的城市里面也举办那些专业的美甲展，或者这次像那个美甲比赛一样的。那个我们感觉到很满意，虽然说这个展馆外面看起来人气不旺，但是我们到里面一看人气特别旺，那么我们也感觉到是非常好。那么我们明年肯定会再来，希望你们在其他的城市里面只要有我们肯定会来。首先这次展会虽然是我第一次来，但是就我的角度来看做得非常专业，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然后呢国内的展会应该是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示给国外的客户的，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国外客户可以认识咱们北京博美的美专非常专业的美甲和美睫的这种展会。我觉得咱们博美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它专注于做美甲和美睫的这种小类产品，但是小类产品依然有很大的市场，而且从美业的整个大市场来说，以后的发展方向就是越来越精越来越专，所以这一点我是对博美非常认同的。也基于这个前提下，这次我来参加了咱们博美北京的这次展会，一定会来的，您放心。主要是被你们这个专业和垂直化的这种吸引，然后我之前也没有参加过，然后也是跟贵公司了解和这个看到你们的这个专业和垂直，然后选择这个展会。我们的目标客户群的话，主要是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的美甲店、美睫店这一块，第二块的话是这个经销商这一块，然后第三个还有国外这个一部分客群我们也有，就是我觉得是超出我预期了，就是它的整个人群的精准度非常的高，就是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这个我们筛选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成本，就是人群非常精准。我觉得会。我们从你们开始的第一届到今年应该有三届了，从你们这个本身你们这个展的一个定调，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形象啊，还有包括你们这个给的平台，都是很 OK 的。而且你们有很多一些外边的高端的一些客户过来，本身我们企业在做一些品牌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刚好你们做的这个展呢，和我们公司的一些经营又很匹配，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也是收获了很多一些我们很核心的一些客户吧，还有包括我们一些新的客户出来。所以你们做的这个展，我们在我们这边去看的话，做的是很成功的。